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玩奇迹乐园积木，一起拼搭电车兄弟。哇，这款积木很棒哦，除了能拼搭这辆电车，还可以拼搭其他的多辆车车哦。一起来看看吧。打开说明书，哇，它能拼搭摩天楼、双层巴士、磁悬浮车加舷梯车，还有电车兄弟。好了，首先我们拼搭电车兄弟。哇，都是大颗粒的积木，很好玩，很简单哦。轮子能转动，电车完成啦，车身能活动哦。滴滴，看看它的表情很可爱哦，有两种表情呢。里面还有可爱小司机哦。接下来我们拼搭双层巴士，哇哦，双层巴士完成啦，小司机驾驶着车车，滴滴，出发咯。接下来是磁悬浮车加舷梯车，噔噔，完成了。哇，好简单啊。然后第二辆是舷梯车，好了，两辆车车完成了，舷梯车就像梯子一样，一层一层的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还有更多奇迹乐园积木，我们将在下一期分享哦，拜拜。